黑珍珠后，然后拆解一下吧，然后到时候带倒放一下，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之前是怎么拼的这只最收村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之后想玩乐高了，所以我想把剩下那几艘船，包括荷兰人号啊，还有那个黑胡子的那艘船，叫什么什么女王，我都忘了，安娜，是吧？安娜女王，复仇者，还叫什么？忘了，具体叫什么名字记不住。把那几艘船也拼成这种微观微缩的这种小船的模型，所以我想看一下我当时是怎么拼的。所以我这期视频我就把它拆解一下，然后我到时候会根据这个倒放，我再把它拼回来。着实有点麻烦，但是挺有意义的吧，我觉得稍微研究一下。然后之后我想就是搬新家以后吧，或者是腾出给房子腾出地儿了以后，就是每月靠每月收入吧，然后腾出一点点零花钱来，然后打造一个这个怎么说呢，迷你城，然后到时候做这么一个企划，做这么一个视频，然后一系列视频吧，然后渐渐的把这个沙盘给拼起来，然后大家就感兴趣的朋友就持续关注呗。那我就开始拆了。
Thank you.
好，我这就拆完了，然后大概目测也有个小200件吧，我感觉，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里面很多件其实大家都是可以去替换掉的，因为我其实只是基于这个瓶中船的这里面那些零件，然后配了一些，把原有的这个它的棕色和灰色件换成了黑色，然后拼的这么一个这个黑珍珠号。就其实有很多件都可以去替换的，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这个我拼的这个去延展、去改进吧。然后因为我没有之前没有用过那个 MOC 的那个编是拼装软件嘛，就是乐高专门的这个软件。因为我现在也才是刚开始，就算是正经准备想去玩这个乐高，就开始买零件、散件去来拼这个乐高。然后这是我最早的一个，算是作品吗？其实就算是个改良的这么一个成品吧。然后就我个人来讲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。就如果大家喜欢，然后就多多支持。然后我们这期视频就这样。那，大家如果想看就是我正续再拼的这么一个视频，我到时候会发。然后另外几艘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在这儿埋一个坑，然后我到时候也会去拼，然后看看能改良，怎么有所改进吧。那就先这样，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